老刘补充完精气更年轻了。姥姥，这寿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前日里请帖已经悉数发出，姥姥请放心，宴厅明日也可布置妥当。只是现在食材还……姥姥息怒，近日来山脚下行人稀少，所以才有所耽搁。小千这就去城中。哼，根本就没把我交代的事情放在心上。哼，姥姥息怒。姥姥，都怪我，是小兰自己贪玩，这才耽搁了。这离寿宴还有几日，这一次我就不惩罚你了。哼，谢姥姥。叫也没有用。哎，傻小子，你这卖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挡着我生意了，赶紧滚蛋！大哥，这些字画都是精品啊，要不你也买一幅吧？春色满园。有啊有啊，找到了。大哥你看，春色满园。你搞什么？我要的是春色满园图。对呀，春色满园嘛。嘿，我说你这书生啊，怎么傻了吧唧的。哎呀，不买不买。哎，大哥，不买也行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免费借宿的地方呀？免费借宿？对啊，去兰若寺。兰若寺？嗯，出了城小路上山你就看到了。啊，谢谢大哥。怎么，你真的要去啊？我可是随便说说啊，你可别当真，别当真。
小生宁采臣，无钱投宿，借宿此地，望诸位好汉行个方便。您现在这是越来越年轻了，瞧你个臭蛤蟆。姥姥、哎、您可得给我传授点儿养颜秘方了。哎呀，人家来这儿都是先送上贺礼，你可倒好，上来就找姥姥讨要秘方来了。哎，黄老头，我们女人说话你打什么岔？好了，欢迎大家。小生宁采臣，无钱投宿，借宿于此，望诸位好汉不要怪罪。原来是鼠兄啊。接下来要好好相处了。姥姥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你从哪儿学来的这词儿？这几日不见，你小子可油了不少。谢姥姥夸奖。嘿，山老妖，你这套从哪儿学的呀？回头教教呗。教你干嘛？姥姥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前些日子，我闯荡南方，得遇一万年归仙。我与那仙人饮酒作乐，甚得仙人欢喜。临别之际，他还赠予我玲珑神珠粉，还特意嘱咐我，此粉乃天下第一神物，涂于面部令人润泽好颜色，涂手足可以去皮肤逆乳，还能除惊热安魂魄。哦，还有这等神物？在哪儿？快拿出来看看。此等神物只配姥姥享用。黑山老妖，此前你赠过我一道贺礼，这又是？姥姥，前一道那是贺礼，此一道不如就当做聘礼吧。聘礼？黑山老妖，你原来是看上这小妾了吧？望姥姥成全。姥姥，罢了罢了，早晚的事儿。黑山老妖，今日我就依了你，把小妾许配给你。谢姥姥。姥姥，万万不可呀！哎呀，嘿嘿，那今天就好事成双，好事成双。来来来，今天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啊！好，咱不醉不归，喝。
姥姥，我知道你不舍，但是总有这么一天，别再提了。哎，姐姐，你去哪儿？不要管他。嗯，大晚上的哭什么呀？难道丢了很多钱吗？不用再受如此磨难，小妾命该如此吗？哭得这么伤心。不能跳啊！不许过来！好，我停下，我不过去，我不过去，你千万不能跳啊！我倒真想跳下去一死了之，可是即便我跳下去，我也不会死去。姑娘，原来你会水啊？可是现在湖里水那么冰冷，跳下去手脚会立刻冻僵的，绝不可能活命的。你这书生真爱多事，你走吧，我不跳。我不走，姑娘肯定是在骗我。我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跳下去了。不如你现在就跳吧，趁我还在的时候好好冷静一下，到时候我再把你救上来。姑娘，你想通了，我还要回去作画呢。坐下。嗯，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老，我的家人把我许配给了我不喜欢的人。哎，可惜，可怜啊。怎么了？我的家人来了，不能让他们发现你。为什么？他们来的正好，我帮你去劝劝他们。哎，别呀，你快躲躲。为什么？他们还吃了我啊？真的会吃了你的，快别问了。啊，开玩笑吧？哎，你快躲进湖里去。啊啊，都会被冻死的。对呀，怎么办？姑娘，你怎么了呢？没事的，我去劝劝你家里人。来不及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。站住，不许进来。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不用你接，我自己会回去。你与我已经有了婚约，你现在是属于我的。我们会慢慢了解的，我也会好好待你。你若好好待我，你现在就离开这儿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。我好像闻到一股食物的味道。哪有？恐怕是你之前没吃饱，现在又饿了。是这样吗？
没想到你还挺……挺什么呀，黑山哥哥？挺好，挺好，我喜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怎么说变就变？滚开！行，我走。你流血了，啊！你赶紧离开这里吧，再也不要来这里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可能还会再见面呢。哎，姑娘，哎。嗯，我惹不了你，放了。哎，小生宁采臣，无钱投宿，借宿于此，望哎，哎呦。师傅，搞定。哎呦，坏了，师傅拿错符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我给你的符呢？好像刚才上茅厕给用了。让开，等我做了此药，再找你算账。嘿，哎，英雄且慢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什么妖怪。小生宁采臣，无钱投宿。知道了，宁采臣是吧？谢谢。干嘛这么凶啊？小子，此处不宜久留啊！天亮之前收拾好你东西下山啊！你们是谁啊？又不是这寺庙管事的，凭什么让我离开？我们是捉妖师，这是我师父燕赤霞，我叫刘云。哼，你这小子，刘云，把我一好人当成妖怪，还什么捉妖师呢？刚才多有得罪，见谅见谅了啊。我现在背还疼，偷打！算了，这样吧，我送你一道神符，也算是我们给你赔不是了啊。但书生你要切记啊，要随身携带，说不定那天就能派上用场。神符？说好了哈，明天一早下山。
长得倒是挺俊俏的。你这书生，竟然敢算计我，看我不杀了你！小兰，你先退下，这里交给我。姥姥让你去黄眉老爷那儿取些锦绸，你又忘了吧？姐姐，先要把这个书生杀了，解解气。你先走吧。这个书生，交给我，好好玩玩。哟，姐姐，什么时候这么贪玩了？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醒醒。原来是姑娘你啊，咱们又见面了，可惜这只是在梦里，看来我是想你了。什么梦里？好疼啊。原来不是在梦里。姑娘，刚才多有冒犯。刚才确实是在梦里，现在不是了。我刚才做梦，梦到一个女人，长得很凶的样子。哼，死书生，有吗？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睡不着，想出来走走。呀，差点忘了姥姥交代我的事了。哼，待会儿再来。今天的月色好美啊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。你叫什么？小生宁采臣，是京津赶考的书生，途经此地，在此借宿，卖些画作换取盘缠。宁采臣。对。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画。小倩，我为你画吧。真的吗？在这儿坐着等我。
小倩，画还没画完呢。先别画了，快走。怎么了？先别管画了。画。小倩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快躲起来。这两个人好怪啊，他们是你的家人吗？别说话，千万别被他们发现。夫人，不许乱讲，我是不会嫁给黑山老妖的。小倩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害我走得好苦。黑山哥哥，你找人家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想你了吗？这里怎么会藏了人？小倩，是你？我？这个人是谁？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小倩，实在用不着你动手。小倩，你是干什么？你脾气也太怪了点吧！你们别伤着他，我还要取他过门呢。带他回去，带我杀了这个畜生。妖物休得再次撒野。哼，临兵动者皆列阵齐前。哼，小屁孩不自量力。我不是小屁孩，我是捉妖师。捉妖小屁孩。刘云，你不是大队长，退下。看那书生怎样？
姐姐，你是不是爱上那个书生了呀？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虽然我不懂什么情爱，可是我也不傻呀。不过那个书生还是挺不错的嘛。小兰，你答应我千万别告诉姥姥。什么事儿别告诉姥姥啊？没什么，姥姥。小倩，你私通凡人不说，还差点让黑山老妖命丧捉妖师之手。要不是黑山老妖告诉我，你还想瞒着我？此等惩罚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小倩知错了，姥姥。知错？私通凡人，你让我的老脸往哪放？我已经把你许配给黑山老妖，你又多生事端，看我不把你打死。姥姥，姥姥，您之前已将姐姐许配给了黑山老妖，这要是打死了他，恐怕不好交代呀。您先坐。哼。小兰，小倩的事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前来告知于我？小兰知错，不过那个捉妖道人实在狠毒，还请姥姥做主。捉妖道人，哈哈哈哈，看来我现在也要活动活动筋骨了。小兰，好好劝劝你姐姐，我不想再看到她。姥姥息怒，生气对皮肤不好，我会好好劝他的。小兰，你去替我看看黑山老妖，顺便告诉他，养好伤，让他过来赶紧迎娶。是。给我看好小倩，让他不能离开这儿半步。刘云，这是哪儿啊？还有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小倩呢？发生了什么？你一个一个问，问的太多了，我都回答不过来。好。你先回答我，小倩呢？一个问题，一个山谷。这就是昨晚的那个白衣狐妖。怎么会是妖呢？燕赤霞，你告诉我，小倩不是妖，对不对？你是说这女子叫小倩？这是我的话。你告诉我，小倩她不是妖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小倩不是妖，小倩不是妖。我这么说了，能改变事实吗？你胡说，你一定是在说谎。小倩，她不是妖。我一个出家道人，干嘛要骗你呀？那他家人呢？他哪有什么家人，那都是妖。我不信，如果小倩是妖，那他为什么不害我呢？哎呀，他想害便害，不想害就不害，我又不是妖，我怎么知道妖怎么想的？哎，想知道妖怎么想的还不简单吗？师傅，你不是有法镜吗？道法无定，照彻乾坤。
这个狐妖倒是有些不同啊。小倩，她不是妖，对不对？先不说这些了，趁着天色还早，赶紧下山。廖云，送他。哼。刘云，你帮我找到小倩好不好？我要让她亲口告诉我，她不是妖。十个？没有问题。如果你要帮我找到小倩的话，20个都不是问题。好啊，梁云，师傅，你这人，你不帮我就算了吧，也不许别人帮我。哼！哎！我可以帮你找到小倩，但是呢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我需要一个诱饵，将这些妖物一网打尽。行。不过，我得先告诉你啊，这个事情呢很危险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可不负责任呐。行。你这个书生真是蠢到家了。神君，八门现形，走。不要问，师傅，没人。你去引开他们，不可与之战斗。小仙在里面吗？一会儿你快点见此最后一面，赶紧出来。你退后，看我解开法印，天地无尽，解构解法，开。
宁采臣，你快走吧。我不走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见你。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你走，我一点也不喜欢你，你在自作多情。我自作多情？再过些日子，我就要出嫁了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嫁给最讨厌的人。昨晚，你为何又保护我？我哪里有保护你？你不要再问了。我现在很讨厌你。讨厌我？小倩，你是在说笑吗？我是认真的。你走啊。没想到我这般辛苦，换来的是如此薄情。好，好，我走。哼，哎，师傅，救我啊！人太多了，我逃不掉啊！你这臭道士，竟敢闯到这里来！小倩，你还说讨厌我？你可真傻！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来保护你，不要怕。姐姐，你怎么还护着他？姥姥知道了，肯定会杀了你的。他把你害得这么惨，我帮你杀了他。小兰，不要啊！哎，我用反应风弹带他们走。嗯，铁底武器，乾坤剑法，走。我的法力只能撑一阵，还不快走，把他放下。师父啊，小仙不走，我也不走。痴男怨女，罢了罢了，走。乾坤剑法，修。凌云，想必那妖穴之内定有实力强悍的妖物尚未露面，你助我在此布阵，待妖物追来，让他们自投罗网。是师父。小倩，你怎么样了？宁采臣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会害了你的。其实我不是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但是那又怎样呢？你不怕我吗？
我不怕你，我喜欢你。彩臣，我生前被妖狐附体，屈服于夜叉老妖。那妖狐功力薄弱，并未能改变我的心智。但是，每到暗月之夜，我都会被那妖狐控制，为祸人间。小倩从未想过害人，只求早日超度。不管你是人是妖，我都喜欢你。可是恐怕我会连累你的，夜叉老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能跟自己喜欢的人死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。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我的命！别伤害小倩，我回答，我饶我的命。来，不管用。小倩。你能待我如何？老妖狂，休得狂妄，看我做法！师父，姥姥救我！师父，来得正好，帮我收了这个老妖。姐姐，让我杀了那个书生！不要啊！啊
姐姐，让我杀了他。如果想要杀了他，倒不如先杀了我。姐姐，难道这就是爱情吗？小兰，你不懂。那我还是永远都不要懂得好。大妖婆，还不出手就擒！姥姥，小兰，我疼了你这么久，该孝敬谢姥姥了。小兰，危险！小倩，小倩，现在你竟敢对姥姥出手了，好啊，一起来送死吧！刘云，我们上！这老家伙刀枪不入，师傅，我好痛啊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！小兰，小兰。再也不能陪着你了，你为了那个书生惹出了诸多事端，值得吗？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的，那就是值得，值得。不行了，没力气了。我也没力气了，师傅。我看我还是装死吧。不行的，夜叉老妖已经修炼了千年，他早已修炼的刀枪不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记得，夜叉老妖最怕别人碰他的脚心，说不定这就是他的弱点。老妖婆，我要杀了你！叶辰，死不两立！太好了，终于解救了！师傅，小倩。小倩，你怎么样？夜叉老妖已死，妖狐元魄消散，恐怕我也要离你而去了。小倩，小倩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有什么办法？林七侠，你帮帮我！刘云，刘云，彩君，彩君。先前我就觉察小倩是被狐妖附体的凡人，在暗月之夜就会恢复狐妖的面目。小倩的元魄就散在这荒郊野地，如果将其收回，细心安葬，便可顺利转世。小倩，小倩。
抓紧时间吧。可惜未能找回全部原魄，今日我将小千原身暂且招出，你们就此作别，了却情缘，之后速速安葬，免得多生祸端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走。彩晨，小千。东西该学，有些东西不该学。那什么该学，什么不该学啊？那师父教你法术该不该学呢？该学。哎，跟我默念般若同玄心经。般若波罗蜜，去。般若波罗蜜，去。哎，多练几遍就会了。般若波罗蜜，去。十里长亭霜满天，青丝白发度何年，对月行单空相护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小仙，小仙，小仙，仙小康，你为金龟兰场大凶之相魔王抢亲，正是前日逃走的黑山老妖在作怪。燕赤霞，帮我救救小倩。不说了，死妖胆大妄为，定当受缚。迎亲队伍已经向这边赶来了。好，好。
物收走。臭道士，我还为找你报仇，你自己都先找上门来。妖物收走。你在这里不要出来。几日不见，你这妖物功力为何如此精进？看来夜叉老妖的灵丹还真是卑鄙无耻。小倩，小心呐！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现在说这话，未免太早了点。这里危险，还不退下！靠，小姐，这里有我。师傅，不好了！师傅，刘月，师傅，用我教你的法术打他。般若波罗蜜，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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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去！不行了，师傅，我虚的老想撒尿。不用别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师傅，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师傅，我还想撒尿。撒尿，童子尿。刘云，用童子尿尿他。好。师傅，你怎么也有童子尿？小何他们那么多干嘛？以般若波罗蜜度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不可雷破，留人去。般若波罗蜜。请法尺，铁鹏法尺，变色人间。小心，小心。你怎么了，小倩？彩晨，我见不得阳光。你，彩晨，我没事啊。啊？怎么？我之前明明见不得阳光的。现在居然没事，太好了，小倩。山中妖物尽出，原魄与全部寻回，你现在已经是正常的人了。彩晨，太好了，小倩。燕赤霞，谢谢你。刘云，谢谢你。
燕兄，狐妖会不会回来呢？啊，走吧。嗯，走吧。再见。师傅，他们去干嘛呀？成亲。那成完亲之后呢？生孩子。哎，师傅，我以后要不要成亲啊？闭嘴。